穿呢？到啦！准备去吃饭了，超级饿。吃这个粤式餐厅，粤式广东餐，奶茶、粥、普洱。我的最爱。不是，肯定馋死了。兔兔绿茶包。出门啦。汉堡的 Hostman 也太好了吧，环境真的是。还要填写信息。我不喜欢你的肉棍。可以。我们现在在等地铁，然后准备去，去哪？红灯区。红灯区。因为汉堡的红灯区就是也是一个景点，可以去看嘛。马上准备出发呢。你知道现在红灯区妓女节过得比较火热。一路看下来并没有看到啥，他刚才看到三个年轻的人走进了这里边，不知道里边这里边有什么玩的。然后这儿有几个披头士，几个有这个造型，好，来讲讲解一下。披头士当年在这里卖艺，然后是就在这个地方。嗯，是酒店一般，但是风景还是不错的。吃个宵夜，刚才点的在那个土耳其超市点的那个烤羊肉，然后看电视，开始啦。又换酒店了，昨天在 Brandy 买的衣服，今天去微缩景观，出发。鼻子。
出门啦、啊。前几天就前两天这边天气很糟糕，今天没想到还出太阳。我们来吃中餐自助，第三盘 ，Jasper 才吃到第二盘。景关了，但时间还早，在门口坐着喝点水。开始啦！
面子。DJ Bobo Concert， 这是荧光的。这个在跳啥？Thank you.
Go home, home.退不上胶了。你脸红吗？出来了啊！把眼镜摘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吃佛。这个还是很值得推荐的，就是这个里边特别有意思，就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线的感觉。你觉得嘞？好。就是超级累，因为你要一直在里边走，可能需要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。就如果你看的比较久的话，肯定要两个小时之类的。但肯定是要看很久的，因为每一个就都要看半天。我的佛，啊，芒果沙拉，外国的月亮，好亮啊，拍不出来。今天的 OOTD 出发啦！前面这家蜀都川菜，这是 A R K E N， 红油抄手，酸菜鱼，有辣椒。走之前买的一个，对于一个收纳控喜欢买布袋子的人，发现了又有这个，这是它的标志性建筑，还有这个旗帜。刚才买的这个好好喝，这个芦荟饮我就很喜欢，这个是西瓜味道的。拜拜啦，汉堡。看到了吗？